所谓的残念生物，就是指虽然努力，但在某方面有点缺陷的生物。从残念生物试点里选出的三篇经典故事，我得找到属于我的地方。千万不可以大意哦，毕竟这是赌上性命的大冒险啊。经过这次旅行，我们学到了生存的智慧、成长与爱情。这些生物们为什么令人感到惋惜呢？让我们从中找出有趣的答案吧。电影版《残念生物试点》，这是您嗨。